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我是秦林谦。首先，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的就是第十二轮疫苗开打的前一天，指挥官陈时中抛出了混打的议题，甚至说十一月上旬就会开始实施，让不少人陷入两难。要照计划打第十二轮的 AZ 第二剂呢，还是等下一轮混打 BNT 或莫德纳？而北市坦言，医院确实接到了不少电话要取消打 AZ， 就怕引发弃打潮。我们从医院方也听到了一些来打电话的信息，可不可以放弃啦？可不可以等待呀？北市证实出现弃打潮，不少民众第二剂疫苗不打 AZ， 打算改混打 BNT， 但放弃人数有多少，要等第一天接种结束后才能统计。但的确有人变心了，考虑 BNT 吧。昨天新闻有说那个保护率比较好一点，我可能还是会打 AZ， 就混打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吧。是否混打，民众各有盘算，但注意第十三期想混打，打第一剂 AZ 要满十周，虽然是全年龄开放，但当初医院登记要勾选 BNT 或莫德纳，要拼年底打两剂，含盖率达到六成。不过指挥中心坦言，开放给混打的数量并不多。下个月因为疫苗的供应的情况预估的情况应该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提供，不过一切要看真的到货的时间为准。指挥官陈时中话说的保留，累计到十月二十一号，全台疫苗接种数量，打 AZ 第一剂776.3万多人，打第二剂353.8万多人，等于超过一半还没打第二剂。而 BNT 打第一剂突破337.6万人，但只有125人打了第二剂。能够打得到适合的疫苗，那如果不是很排斥的话，那尽量早一点打。毕竟 BNT 到目前一共来了8批，也得留给要打第二剂的人。到货数量达到592.54万剂，已经打了337.61万剂，也就是还剩254.93万剂，剩余量全留给打了第一剂的人，当第二剂也不够用。如果第十二期施打，照原来的预约进度，打 AZ 超过十周又符合混打资格的，还剩下55万人。如果有人弃打，需求又会更大。TVBS 新闻亮南红军也台报道。一时选总统市长的呼声未曾间断过，不过现在疫情进入到九局下半了，根据调查，陈时中的好感度暴跌，如果选双北，他恐怕已经没有优势了。请采薇为我们分析。卫福部长陈时中之前因为防疫的光环让他红极一时，不过现在光环慢慢的褪去，大家也很好奇他的下一步。而他也被点名要去选举，像是台北、新北甚至是桃园，都有人传出有可能会披绿营的战袍去选举。我们来看到台北市，如果陈时中去选的话呢，他会属于一种是高声量低好感的状态，也就是大家对他的好感度可能不是那么的高。那么蒋万安就是相反了，他是属于低声量高好感，但是低声量的部分呢，就凸显出他在空战上面的问题。而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他只是在基层服务线在累积曝光。那么在新北市的部分新北市长侯友宜，因为他市政做得不错，而且呢一切都是以防疫优先，所以支持度非常的高。那么陈时中显然他的抗疫优势并没有凸显出来，所以他没有整体上面的支持度。另外来看到前交通部长林佳龙，他也是有在持续走访基层的，所以他的声量还是有持续在增加。另外在桃园市的部分，陈时中如果去选桃园的话，他的网络民调其实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如果要跟同党的立委来比较的话呢，因为郑运鹏他是现任立委，所以还是有相对的优势。而另外一位就是国民党现任的议长了邱义胜，他深耕多年，所以基层是比较稳固的。不过陈时中如果要选举的话，有个前提就是他现在声量其实是慢慢的降低的。我们来看到他的好感度现在下降31%，所以其实他已经是失去了绝对选区的优势。也就是说呢，现在陈时中的好感度还有支持度都不像从前这么高。你如果安尼大力要甲将这个恒春旅游医院甲变一个偏乡医疗的范例。眼见自家立委当面跟自己的长官告状，卫福部长陈时中的脸越来越垮，索性手插口袋，感觉出来他的不耐。但陈时中到立法院也不是都是这样挨着闷棍打。这里面就是已经牵涉到商业合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你不要鬼扯了啦，这边有国际经验的人比你多得很。委员这样子讲，我想就是在里面大家在立法行政上面，大家要互相尊重。我们这一个你尊重了本院吗？
就不要扯了嘛，所有的保密合约里面碰上在野党立委似乎就没了包袱，陈时中直接开战，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态度让民众对他的好感度降低。根据网络温度计调查发现，跟去年同期相比，陈时中的网络好感度从 0.6 掉到了 0.41， 下滑了 31%。 尽管他在台北市长可能人选里声量最高，但负面比正面高出许多，换算下来好感度只有 0.37， 相较于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虽然声量低，好感度却是他的两倍多。就算把陈时中放到新北市，也是敬陪末座，但如果换到桃园，那陈时中的好感度就成了绿营第一名。但眼前陈部长恐怕比较在意这件事情，不管是要降级或开放，我们还是步步为营。也是啦，如果防疫这一战没有守住，拿不出战绩和累积的民意，恐怕陈时中想选哪里都会有问题。 TVBS 新闻刘立雄、伟嘉琪三区小组台北采访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跟议员简淑培的四个坚持战火还在燃烧。柯文哲在批简淑培的质询让人看不下去，又犯众怒，但是他也不赞同网络上说要罢免简淑培。倒是提到基隆捷运又有新的路线，柯文哲则是呢全力开轰，说这根本就是骗局，一直骗下去。老百姓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就说你做的实在是让人家看不下去嘛，所以犯众怒。在批简淑培议场上的激将法反而激怒所有人，被要求附送蔡总统的四个坚持，柯文哲不肯就范，直说议员秀过头。他是要监督市政，而不是期待一个议员在那里哦，话大声的喊大声的哦，那在搞意识形态哦，在做这种，就说他是表演，这不是说什么网军霸凌。但简淑培可不是这样想，强调从头到尾没逼柯文哲，再奉只要让市长不开心，柯主席就会请全党之力跟网军发动攻击，这种柯式民主才是玻璃心碎的小粉红，却招来网友挞伐要罢免议员，明明就是强迫，还要装你这种议员才该被罢免，就连脸书也出现罢免简淑培的社团。我不赞成这个社会是仇恨动员的。柯文哲很理性，但谈到基隆捷运出现新方案，他在奉当初前瞻计划首推基隆轻轨，如今变捷运，就是一场大骗局。骗局哈、升级以后只是更大的骗局啊！那你现在说当年讲的路线跟现在要完全要不一样，要改了，那当年那个计划是吧？是拿出来骗大家的，是不是？从要不要共轨、改路线等，柯文哲连珠炮式的丢出问题，做出总结。不管叫基隆轻轨，叫基隆捷运。根本就盖不下去了，这个所以骗局还是骗局还是骗局，一直骗下去。他不要出来讲说，当年作为前瞻计划第一炮的基隆轻轨，从头到尾都是假的。对简淑培气消了，没想到集结方案再勾起前瞻回忆，反而点燃柯文哲怒火。TVBS 新闻吴奎彦、李平台北报道。立委黄国书的县民案延烧，现在这把火似乎烧到了行政院长苏贞昌身上。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脸书 po 文，当年美丽岛事件的15位辩护律师都不是美丽岛政团的参与者，应该探究的是美丽岛辩护律师里面有谁不是特务呢？让苏院长急得澄清。我一生坦荡，备受检验，可受公平。板起脸孔说自己经得起考验，行政院长苏贞昌会这么严肃，都是因为县民案延烧。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脸书po文说，当年美丽岛事件的15位辩护律师都不是美丽岛政团的参与者，应该探究的是美丽岛辩护律师谁不是特务。更说除了尤清是他初中同学之外，其他都不认识。这下火可烧到当年当辩护律师的苏院长身上。当年的辩护律师群其实当时都非常年轻，有家有小，国民党换话说，谁敢为叛徒辩护，谁就是叛徒的同路人，事证俱在，可供检验。搬出当时不顾家人安危，还是跳上火线救援，要为自己的清白辩驳。但随着县民案持续往上烧，不止苏贞昌，就连民进党创党主席江鹏坚日前也被点名是调查局的一员。施明德先生的家里、老友、闲聊，他当时的确跟我讲过这件事，我真的很难置信。
的确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同样是美丽岛受害者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开直播回忆起那一段分不清身旁是敌是友的日子。居然是调查局的干员精心设计，先变成我邻居，后来来担任我的经理。我听了以后真的脊背发凉，所以冲着之间经理不到一年忍痛关门。原本要让党外人士有个聚集地所开的咖啡厅，却发现早已布满调查局的眼线，至今都让他怀疑到底有谁是真的能相信，这谜题似乎还没解开。 TVBS 新闻刘立雄、韦佳琪台北采访报道。好，这个县民风暴也掀起党内现在都在互相猜忌到底谁当过县民，所以促转会呢今天就出面厘清，说大家别乱猎污，甚至说促转会造成的绿营内部风波其实其他国家也都经历过。指认出谁不是县民，谁是县民，仿佛完成了转型正义。我们要告诉各位，不是的。这说的就是立委黄国书的县民风暴，延烧超过五天，促转会终于出面表态。在面对这些真相，不要只是单一的去判断你是不是参与者，那去进行猎污。不过转型正义也是民进党积极提倡的，起初目的是希望还原当年国民党高压统治的真相，还给被害者公道。不过这把火却烧进绿营内部，还让立委被逼出来承认当过县民，这难道也是必经的过程吗？在各国他都会很常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那过去的档案暴露的一些新的资讯，揭露了我们的成员可能黑，就是说不光彩的过去。我相信他的问题应该不是你讲的个别政党内外的问题，他应该是整个社会都很关心。听起来台湾似乎进入了转型正义的深水区。不过民进党前主席施敏德对县民案很有感，最近还说应该要问当年美丽岛事件15位辩护律师谁不是特务，似乎在暗指可能还有内鬼。经历过这个体制的人都可以留下任何的口述历史，但是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只因为一个人说话就决定了任何一个人他的一个他是否有罪的这样子的一个判断。促转会也正在着手规划明年5月的促转条例修正草案，对于加害者的责任跟被害者救济有具体规范，只是未来想揭露监控资料的情报来源还有困难，因为情职机关还有不同意见，各部会仍在讨论，转型正义的路还很漫长。 TVB 的新闻李国珍、傅定华、林颖翔 S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出席 CNN 市民大会问答节目的现场，被观众问到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他表示美国有承诺会这么做。而在此同时呢，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星期天即将出访3个中东欧国家，借此拓展外交关系。记者怎么问吴钊燮就是不回答，但看上去心情还真不错，毕竟这个星期天就要出访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等国。而我外长访问非邦交国更是意义非凡，只是此时捷克政坛正掀起一番腥风血雨。Já to řeknu úplně jednoduše, když si vezmete do úvahy, co jsem tady přečetl, tak jiná možnost, a řeknu to bohužel, nepřichází do úvahy, než že se musíme bavit o tom, kdy a jak aktivujeme článek 66 ústavy. 质疑病重到住进 ICU 的总统应该尽速把职权交出来，毕竟亲中派的执政党月初才输给反对联盟，总统办公室更是拖了好多天，终于公布总统仍能在病榻上签公文的影片。此时要出访捷克的吴钊燮该怎么面对当地的政治空窗期？现在第一个他自己很忙，第二个你到底他下一次到底还在不在位，大家都搞不清楚。其中 Mega 恐怕要小心拿捏，不过欧盟挺台力道持续增加。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Taiwan, the vote has been carried. 欧洲议会以580票支持、26票反对、66票弃权高票通过，意味着双方要建构密切合作、强化交流的稳定关系。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对外表达强硬立场，而美国总统拜登出席 CNN 节目被问到美中台问题。So are you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f China attacked? Yes, we have a commitment. TVBS 向白宫询问回应是，拜登的答复并不是宣布任何政策改变。美台防卫关系是由台湾关系法所指引，继续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TVBS 新闻刘旭宇、倪家辉、黄真义、刘婷婷综合报道。好，对于拜登刚才那句 yes 有承诺防卫台湾抵抗大陆攻击，白宫第一时间赶快灭火，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同时重申了台湾关系法。学者研判美方将延续一贯的对台政策，所以就算拜登想改变，恐怕也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容易。Taiwan Strait, Taiwan Agreement。或许因为美中角力，拜登上任后多番提及台湾，只是这一次上 CNN 的发言，白宫来解答，拜登并未宣布任何政策改变，美国政策也没变，强调美台的防卫关系以台湾关系法为指引，美国会恪守承诺，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并持续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拜登总统讲话，其实幕僚是在旁边一直在擦汗的。坦白说啊，蔡英文总统非常清楚，不然总统府不会马上出来发表声明说台湾自己要做好什么什么事情。意思是我方也很清楚界限，那就来翻开台湾关系法，其中点明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为美国所严重关切，实行方法则是将使台湾能够获得数量足以使其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的防卫物资及技术服务。它是一个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做出来对于美台关系的一个规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在 TRA 的部分要能够有所突破，那可能是美国的总统必须下定很大的一个决心。简单来说，也不是拜登想改就能改，只是恰好传出拜登十一月要跟习近平举办视讯会议，这时间点挑起对岸最敏感神经，拜登是否在打什么算盘？双方都已经意识到，既然没有打算要走向冷战，或者没有打算要走向真正的冲突，其实双方都在找台阶下，可是在台面上的表演还是要继续很强势才行。台面上看似战略清晰，台面下坚持战略模糊，这其中的拉锯，台湾游走在危险及安全边缘。TVBS 新闻刘玉俊、刘婷婷台报道，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